今天来丰城之月吃饭，这里是一个就是比较复古的餐厅。然后待会吃完饭的话，那个楼上那边还可以就是有拍照的区域。然后我觉得这里就是很复古，所以我跟车猪猪今天也有打扮的比较复古来。然后我就是带了一个，虽然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大蝴蝶，然后车叔叔就带了一个爆头帽这样子。然后待会的话，我们吃完饭的话就可以上去拍照喽。吃完饭之后呢，二楼有很多拍照的地方，然后就是有这种复古的复古风味的，就是你仿佛你穿越的就是到复古那个年代。但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像我阿嬷那时候的年代。楼上这边好像也有小小的包厢，所以它包厢好像有地小的限制，我在那个网络上看到的。然后这边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店面啊。好有感觉的，旁边还有一幅黄昏故乡，应该很久很久以前电影院的片。继续往前走，它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正方形，然后你就可以边走边拍。然后这里也有古老的树哦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哆啦 A 梦，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叮当吧，现在都叫哆啦 A 梦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，也是从那个年代穿越过来的男子。请问你穿越来这里多久了？30天了。30天。然后这旁边还有一个玩具商店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人。有点可怕，这就是玩具商店卖的东西。明星花露水，哎，我发现明星花露水了，闻下去就会从阿嬷变成少女哦。这里有永发糖果工厂，我来当糖果工厂的小姐好了。做的洗笔，然后这是我们洗笔的用模，然后这个有我们之前复刻版的洗笔，帮你们爸爸妈妈都喜欢哦。小姐要买什么？我们这位小哥哥，我要来一个月见冰，你们有没有卖月见冰啊？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卖。那请来一份月见冰，谢谢你。这是西装社，但为什么屋顶上面会有摩托车啊？台湾是什么西装都有，
可是我是女孩子，我想要做旗袍。这里没有卖旗袍，请去其他家。可是这边这个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台车我爸以前也有。这台车很像我阿伯也有。看过一部韩剧叫做《芝加哥打字机》，这边有一个打字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芝加哥，没有啊，那个男主角。这里是位在那个新竹竹北市的那个餐厅，那就是大家如果说有来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吃饭，吃完饭还可以到二楼拍照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拜拜！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还有这是我们的天天影片，还有这边，拜拜。Quack.